吃饭了，烤的鸡翅，尝一尝。炒的猪笋缠肉，老板吃饱了，他妈的一锅都给吃完了，我操！那证明你烧的好吃。老板这更好呀，我靠！啊，老板，偷摸的吃这么好的东西，这有喜剧精吗，老板？有。还要你洗碗吗？嗯，那个人洗了，但是没洗洁精了，我买。叫了个猪粉，老板，这炒的啥？猪粉掺肉，烤的鸡翅。哎呀呀呀呀！我靠！掌柜的呢？后面吃饭，都夸你做的饭好吃。他没说你做的饭好吃啊？谁呢？他们直播了，这是拍视频，咱录个镜看看能不能在这里都给你找个媳妇儿。哎呀，老板呀，老板，我拿这个了啊。嗯，待会儿过来结账。嗯，我看你先忙着啊。好嘞，你看好，就这个。好。好了。
粉。我女儿吃了汉堡，你汉堡都吃完了，你还叫什么？先做了吧，这边吗？拜拜。